近年元朗发展迅速，住宅发展亦由市中心伸延至锦田河一带，吸引钟情环境清幽的外区上车客进驻。当中以联前临锦田河，置身在村屋及乡郊之中，属于锦田大型低密度屋苑。介绍翻，屋苑有25座物业，提供近800伙单位，分层单位间隔主要分为2至4房，而每座物业大致分为高座和中座，布局密度有所不同，基本上从建筑高度就可以分辨到。为了营造园林气息，以联所有住宅都置身在13万尺户外园林，四周植物品种丰富，洋溢浓厚的大自然居住环境。同时屋苑会提供室内外游泳池、健身室、儿童游乐场、保龄球场及宴会厅等，俾住客尽情享受屋苑生活。交通方面，虽然屋苑远离市中心，不过有专线小巴往返西铁锦上路站和新元朗中心，车程大约10分钟，方便住客泊脚。另外在以联附近亦都有巴士中途站去大埔、青衣及上水等地。除了公共交通配套，屋苑本身提供超过400个车位，方便住客自驾泊车。由呢度出发经大榄隧道出市区，基本上大约30分钟就到尖沙咀中环。至于日常配套，屋苑自设商场以及少量街铺，当中包括超市、便利店、食肆。如果想多啲选择，可以前往西铁元朗站附近的大型商场或者大马路一带，帮衬街坊小店或者连锁食肆。校网方面，以联属于74小学校网。至于元朗区中学，包括天主教崇德英文书院、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及元朗信义中学。想知更多屋苑详情，马上联络以下分行啦。